祖失仇，我龙家后人定让尔等血债血还，你们给我等着。降临在你们的头上。这些都是先祖们以命相守留下来的痕迹，你们可不要辱没了世世代代肩负的使命啊。爹，我害怕，我想回家。爹，我害怕，我想回家。爹，好香啊。镇长，你看就在那儿。哎，镇长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哎呀，哎，让一下啊，让一下。镇长来了。哎，镇长，就是这具尸体，酒鬼发现的。赶紧给他点钱，打发了。哎，你过来啊！哎，打发了啊！起来。真是流年不利呀、啊！这怎么又来一句呢？啊！哎呀，神仙保佑啊！神仙保佑！镇长，您没事吧？我都这样了，镇长没事吗？啊？都多长时间了？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一定第四句了！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就是个鬼，就是个鬼！我看他真真的。是个女鬼，鬼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傻白甜，别胡说，那不可成啊！你们这多害怕、啊！这怎么可能有鬼呢？哎，你这老太太别乱说话了啊！大家都别听她的。一个老眼昏花的老太太，不要相信啊！哪有鬼啊？哎，
不可能的事儿。这老太太净瞎说你。曾探长，你可算是过来了。哎，各位乡亲们，这位就是上面派来查此案的曾探长。哎，曾探长办案，你们总放心了吧？都散了，都散了，散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呦，曾探长，这地方人多嘴杂，咱能不能先把尸体抬回去？你慢慢看。快快快快，把尸体抬回去！快！哎，你们两个，好了好了，咱走了走了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，咱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。曾探长，就是这儿。嗯，那个，曾探长，这事儿就麻烦你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自从傍。老爷，老爷来了！大救星张天师，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。哎，哦，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牙疼。哦。现在呢？不疼了，我的牙不疼了。错，不是牙疼。焦塘镇上阴云密布，邪气冲天呐。张大师啊，你看起来年纪轻轻，没想到这修为是如此之高啊，简直就是那神仙下凡啊。对，神仙下凡呐。实不相瞒，近日连环凶杀，弄得是人心惶惶啊！特地请大师过来，保我们平安。做法扣魂问愿，非同小可。大师放心，吃住已经安排妥当。大师啊，你可得多住几日啊！今天下午，我们就开坛做法。嚯！哎呀！
莫慌莫慌，我在桌下做法。天华，这片水域极其危险，经常死人啊！天华，你看你啊，你姑娘再去就扭扭捏捏，一到这个时候就爱出风头。叫几个人把她赶紧救上来！你们几个过来帮忙！来，郑大长，郑大长，你刚才纵身一跳，鄙人很是担心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正是此妖孽，待我做法，将其拿下。好了，张天师，看来这镇上妖孽还未除尽，你还需要继续留守坐镇。曾探长所言极是啊！啊，此妖孽法力高强，我们一个从长计议吗？对，这个查明真相、驱鬼辟邪之事，就有了二位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张天师已经把妖孽镇服了。走，把棺材抬回去吧。哦，好。死了十几个人啊，其中就有一家的老小，这满屋子都是不散的阴魂啊。那应该找张怀春张大师过来做做法事，去去邪气。那是。哎，曾探长，我们说点正事儿。这口棺材呢，就是8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雕虎石棺。大火烧过之后啊，这口石棺倒是留下来了。但奇怪的是，这里面居然没有尸体。打开来看看。好。没错，里面啊只有这个与真人大小无二木头做的假人。我当了镇长以后啊，一直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，就命人把这里锁了起来。哎呀，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今天这又发现了一个，真是太晦气了。8年前大火，说好跟我一起守护海昏红，你怎么可以留下我一个人？两口棺木雕工都极为精美，一龙一虎正是一对。帮我把这打开，快去啊。这是六品棺帽，胸口还有一条黑丝镶嵌盘旋缠绕的黑蛇。果然是守墓棺。守墓？你是说这水底下有大墓？那个假人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据我估计啊，这是为了防止盗墓贼的白虎棺。
而这口龙棺呢，应该放的就是古代守墓的守墓棺。照你这么说，镇上这些年发生的命案都跟守墓人有关系了？就目前来看，金伯确实是一个共同点，不过八年前死的那五个人身上可没有金伯呀。要是凭这一点就断定凶手是守墓官的话，恐怕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。曾探长果然是英年才俊，分析得特别透彻。曾探长，你看这个花纹，它有没有像是某种符号？哎呀，你说你叫月灵，女野人，其实也没错。一个姑娘家，一天到晚待在身上啊。你别这么说，他母亲死得早，父亲又死于八年前那场大火，只有毕家大哥和他相依为命。现在毕家大哥也走了，他自己身上又肩负着那么重的使命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让你们早点把事给定了呗，着什么急呀？月灵，啊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月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让你们下山吗？赶紧的。毕大哥，你赶紧劝劝月灵吧，跟我们下山吧。他一个人在山上，以后怎么嫁人？你赶紧起来，月灵，起来。我说过，我会和你一起守护好海昏侯墓的。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要不是当初我任性，毕家村根本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我哥三番五次的提醒我不要跟外界的人有来往，我不想再犯错。月灵，我们是亲人不是朋友，这座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我很好，你们还是下山去吧，我送你们一程。月灵，嗯，你最近有没有去过焦糖镇啊？嘿嘿，焦糖镇啊，最近邪乎得很，死了好几个人。我们这不也是担心你吗？曾探长，你是来关心我的，还是来查案的？我，哎，月灵，别再跟着我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哦。你不会真是怀疑月灵吗？弄脑子瓦特了。那金伯和月林身上的配饰一模一样，月林的父亲又死于八年前那场火灾。我不是怀疑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。不可能是月林。你这几天留在这儿帮我看一下月林。哼，跟你一起啊全都是赔本买卖。我这身上也没有钱啊，这吃啊住啊，哎，用天华，你是不是变得胆子这么小了？我不是让你看着月林吗？你怎么跑回来了？是啊，我是照顾他来着。哎，我看他一个姑娘家挺寂寞的，我就陪他聊聊天儿。你猜他说什么来着？啊，
他说要拿刀砍我呀，这我能怎么样？鞭炮，对呀，是雷管。怀春，你真是我的福将。你做法事那天，龙棺是从湖里被炸出来的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有人想让我们调查龙棺啊。海昏侯墓，守墓人的盗墓地图，这又说明什么？这镇上谁有雷管？这是，你大半夜的跑我家来干什么？那你俩都是一个德行。来了，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有两年了啊。我帮你拿箱子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拿。哎，我来吧，舟车劳顿的。那麻烦你了。我先带你去警局看看。反正走路只需要半刻，焦塘镇也不大，咱们就走着去看看。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行。杨爷。哎，师哥。杨火。前些日子局长和我说，国民政府会指派一个文物专家来配合我调查，没想到是你啊，我还是挺意外的。曾天华，你小子好像搞错了吧？我是隶属国民政府文物执法队的，是你配合我调查。师哥说的对呀。哎，对了，倒是你啊，你说你好好的专业不干了，怎么跑去当警察了？我现在主要是负责文物贩子和盗墓贼，只要是和死人墓有关系的都负责，也算是和专业沾边。阿娟，不错。那边。这个金箔很有意思啊，制作是新的手工，而花纹却是汉代多见的纹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金箔应该是守墓官所带的配饰。有凶手的线索吗？目前还没有，杀人者手段很高明，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这碎片上的花纹看起来像是一幅密纹地图。
你知道海昏侯墓吗？那都是江湖传说，从来没有人真正找到过。嗯，我记得田中老师曾经提到过汉代大墓，他所说的可能就是海昏侯墓。这些是我从各地文物贩子手中追回的文物，我查了大量的史料，他们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海昏侯墓。这两口棺材里面放的应该就是当年的守墓棺，只要我们找到守墓棺的墓，我相信离海昏侯墓就不远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海昏侯墓已经被盗了？有这个可能。田中老师的遗物里面不是也有一块马蹄筋吗？我还以为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哦对了，有一个叫詹瑞文的文物贩子，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海昏侯墓，不过他最近消失了。你知道这个人吗？尸体究竟是谁？他叫詹瑞文，是个盗墓贼。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了，这个人确实闻所未闻。这案子就结了，就别提了啊！对。哎，石哥，明天我带你出去转转，顺便也熟悉熟悉这边的环境。知道惠子的下落吗？嗨，他来找过我，我们见了一面。我只知道他是东京大学派来中国进行考古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联系了。哦，工匠过两天就到，他们来临摹这幅画。我去上报考古队，现在的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了，我们必须在其他盗墓贼之前找到古墓。对了，找个人把我的东西放到我房间。行。这就是政府派来那个考古专家，你师哥呀？对，他也认识惠子。对，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！你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，太复杂，太复杂了。我还是喝酒去吧。嗯，远风君，至此久别，已相思满盆。现在国之对立，君不得不与吴隔海书信。吾常念君之深情流书，一句一番深情可否破我们身世之隔？一朝相思能否诉我们今生情缘？至今难忘。每每相思，便只字久念，情到深处，泪眼难掩。花队长，请坐。请。哎呀，哎呀，花队长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金镇长，咱们这个镇上可有什么金店呢？有，旧货市场那边有一个金楼，那老板娘长得是一个美若天仙啊。金镇长，一看您就是个地道的父母官，经常走访民情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焦塘镇可有关于海昏侯墓的传说？民间是有这些传说，可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。说来听听。哎呀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小的时候啊，听着老一辈的人讲起过，说咱们这儿埋过皇帝，
你看咱们这穷山僻壤的地方，怎么可能埋过皇帝呢？是不是？明白。这样，您多给我留几间房间，我的人过两天就到了。放心，已经安排妥当。告辞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金镇长，晚上我可能会去一趟警局，还有一些线索没有整理明白。有人来过，你们认识啊？深夜闯入停尸房，肯定和凶案有关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天华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叶灵，你听我说。既然这样，以后毕家的事我自己来扛，不需要你管。哎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又死了一个，又死了一个。跟之前死者一模一样，身中剧毒，手脚扭曲，两只眼睛贴了两片金箔。他死在哪里？一棵老树树洞里。一个死在水里，一个被火毁掉了面容，一个嘴里含着铁块，一个半个身子被埋在了土里，最后一个还埋在树洞里。金木水火土，天干地支，五行五味，天道轮回，听起来耳熟，像是苗疆古墓人杀人的手法。但是他们一向在西南活动，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？应该是和八年前那武装命案有关系。但是他们和守墓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守墓人放金箔，苗疆人下蛊，哎，他们肯定是联手了，怪不得你会怀疑月灵。去，还记不记得羊皮地图沾了液体之后出现的那个标记？青瓷的彩色纹路上也有这个标记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那花瓶被你师哥拿走了。守墓关的秘文地图，华师兄应该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破解。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我去找月灵，问问八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你去找金培元，问问镇上有没有什么穿着奇特的外来人。快去呀、啊！别想。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既然这样，以后毕家的事我自己来扛，不需要你管。
蒋念师，你是有所不知，这龙老板的美貌，在咱们这江西地界，那都得是数一数二的。哎呀，可是此女子啊，特别的古怪，常常每天戴着面纱，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如果我有幸再见上一回，我死的心都有了。你说的这个女子啊，我好像见过。 不但见过，我俩还一起共度良宵呢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哦，对了，他除了美貌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？除了美貌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了。哎呀，这个龙老板呀，在咱们这个小镇上开这么一家金楼，应该是不赚钱的啊。哎，这个你说算不算特别的？嗯。 龙老板，人呢？啊！鬼！你姐，半炷香的功夫，怎么了你？啊！ 女鬼，女鬼，快点！嗯。 张天师啊，这被恶鬼缠身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！你得救救我这条小命啊！我可不想像他们那样横死街头啊！哎呦喂，摔跤了吧？都淤青了，咱们天师府降妖除魔是本分，只不过需要做七七四十九场法事，方能清除。你尽管吩咐。 只要张天师您能救了我这条小命，我那金府上上下下所有的家产都分你一半。当然了，这每年道观里的香火供奉，你也并不会少。<笑>不用这么多，一半就够了，一半就够了。好，一半就够。 我先谢谢张天师，咱们再喝上一杯，再喝上一杯。我敬您，天师啊！你说这些守墓人非常可口，三番五次的来打扰我们老百姓，我这个阵仗不好当啊！让我抓着他们几个，我非得。 活活的把他们给烧死！哎呦，您就别吹了！哎呦，你打得过他吗？本镇长掌管着焦塘镇的军火库，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他就在那郭墩山上，我兄弟天华都治不了他，就凭你，你要是能治得了他，如何？ 钱我不要了，免费。我再敬你一杯，天师来，咱们得走一个免费酒。江天师，酒都倒上了。金老爷，华队长的人到了，德一路上的房伺候着。是。
这个碎片上的所有图案，跟找到的颜色花纹对比一下。好的，整理出来。你放心吧。嗯，小华，哎，查到什么没有？哎，昨天晚上陈锦星，新镇长那傻子，哼，以后咱们天师府啊，有人在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哎别，这东西幻觉。昨天我们跟随金楼龙老板。金镇长就中了这个蛊，我也差点中招，幸好他的小命啊被我给捡回来了。目击者都说闻到了异香，冤鬼现身，应该就是这个蛊毒产生的幻觉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龙老板一定是个用蛊的高手，不出其左右，应该是苗疆的人所为。这个龙老板不简单呀。所以说呀，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呐，是不是兄弟？啊，不知道啊。哎，你说月灵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找了她一整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，她不会是不理我了吧？没事没事，哎，也不知道华师兄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辛苦，谢谢。龙老板在吗？客人来买金送给夫人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来买金的，我是考古队的化验夫，金镇长介绍回来的。确实是出自我们金铺，华先生，我们不妨进来聊。啊，请。请问，姑娘可否告诉我，是谁做的这些金铺？最近是有个人来定制了不少，不过我不能告诉你是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金楼的规矩。多少钱可以破了你们的规矩？规矩可以破，不过不是用钱。那用什么？这是守墓人专用的金箔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你也知道守墓人？金箔盖眼，莫忘星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父亲是为守墓人打造金银的工匠，所以这些事儿自然是知道一点的。我明白了。那华某，先行告辞了。华先生请留步，既然已经来了，
我们何不入内小酌两杯？请。龙姑娘为何流泪啊？一喝多就容易胡思乱想。八年前苗疆古墓人逼迫父亲说出守墓人的下落，父亲不从，结果惨遭毒手。前段时间又有人来找我做守墓人的那种金箔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上门来。果真是一帮穷凶极恶之徒。龙姑娘你放心，华月峰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华队长你可真好。惠子，我一定会找到海魂侯墓的。华队长，花队长你来啊，我这金楼有的是美酒佳酿，人间忧思何足挂齿啊。云鬓半斜修展凤眼娇蕾，唇寒豆蔻舌吐丁香，玉体横陈沉我怀。华队长不愧是读书人，这若换成旁人，这等床地之事那是风动花动人悄悄。华队长这一句说的小女子是苏深谷散呢。姑娘身世如此惨烈，想必定是那守墓人为杀人祸首。你我有缘，远峰必定在所不辞，替姑娘解了这家族大仇。我孤身一人在中原，无依无靠，难得华队长视我为知己。现在我只想让你早日缉拿凶手，平了这小镇的流言。若是华队长不嫌弃，便将小女子这身子要了去吧。春色癫狂，哪儿管得住朝夕情思。哎呀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烦死了。你在想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月玲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哎，你不听我也要说。之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我错怪了你。我一看到那金箔我就想到了你，我现在知道了凶手是苗疆古墓人了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和守墓人有什么关系。我这几天一直都想来找你。曾天华，难找的不是我，是信任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Thank you.
就是这儿。上去看看。是。拿下！放开我！你凭什么抓我？你知道原因。再走。放开！奇怪，月灵家那么隐蔽，怎么可能会暴露的？曾探长，师哥，你抓错人了。你们俩认识？对。叶窗请去，一定另有隐情。师哥，她是我兄弟的妹妹，只是个普通的猎户而已。你为什么处处袒护这个女人？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金木水火土，五味五行，天干地支，天道轮回，他一定是苗疆古墓的后人。最近有消息说了，有人买了许多的金箔，这么做的目的一定是想陷害他人。他是被陷害的。曾天华，我倒是要问问你，山口惠子是不是死了？是不是你害死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对吧？惠子一个月前给我写的信里已经说了，他说你答应了东京大学考古队，所以你在撒谎。曾天华，你口口声声说和我一起护山，原来算盘打在这儿呢啊！我真是受够了你的谎言。山口惠子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被我杀死的。哼！你再说一遍，师哥。听清楚了，山口惠子，他不得好死。你师哥，惠子来中国考古的目的没那么简单。你勾结这个野女人，害死了惠子，独吞了宝藏。师哥，如果宝藏是我们吞的，我们应该藏起来，对不对？为何还要搞出这么多的命案？惠子的尸体就在青瓷里的地图上，我会去探个究竟。既然师哥不信我，张怀春，怎么没了？哎呀，哈哈哈！华队长，找我有事啊？张贴通缉令，捉拿嫌犯曾天华。捉拿曾天华。
聊什么呢？我肚子疼。玉玲，华远峰说的话你能信吗？这几天你跟我说的话我一直都在思考，难找的的确是信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哎，月玲，八年前那场大火死了不下十来个人，和你父亲有关系吗？我本来不想连累你的，我觉得那是我自己家的事情。现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你们两个都得掉脑袋，我也得埋葬。八年前，苗疆的龙氏家族来到焦塘镇，寻找海昏侯古墓，抓了毕家村五个人。那五个人为了误导他们，给他们抬出了一口白虎棺。结果，龙氏家族用蛊毒把他们残忍地杀害了。我父亲为了阻止他们，把他们引到了一个警察局，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死了。你说的是龙瑶吗？嗯。我听王木川说过，八年前孙大帅集结了一支队伍去寻找海昏侯墓，其中就有田中老师、詹瑞文、龙阳和王木川的父亲。王木川的父亲在掩墓被孙大帅打死，龙阳在墓中被你们守墓人烧死，田中教授死在鄱阳湖，八年以后这个詹瑞文也死在鄱阳湖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海昏侯墓的入口就在鄱阳湖。没错吧，两位守墓大人？没错，海昏侯墓的入口就在鄱阳湖和郭敦山的交界处。反正你们现在都知道了，要是敢说出去，我……哎呀，月玲，现在守墓人不止你一个了。哎，对了，被火烧死的都是龙氏家族的人吗？那时候突然起了风，也殃及了很多无辜的人。我父亲回去以后很难过，郁郁寡欢了几年，就去世了。这么说，是龙氏家族的人想再盗海昏侯墓？我觉得除了盗墓之外，他们应该还想复仇，不然不会这么处心积虑的去栽赃守墓人，对吧？哎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弄得我们现在多尴尬。我们毕家八年前的污点，我肯定不希望外人知道，守护他们是我的责任。现在龙云英跟华远峰联手，那就更加危险了。我之前是不想把你们牵扯进来，所以决定自己查。你个笨蛋，笨蛋！报告华队长，龙姑娘说有要紧事找你，请你前去。
分头行动。好，走。走。龙姑娘果然神机妙算。哎，龙老板，咱们好歹也是相识一场，你就放了我呗。别废话。曾天华在哪？曾天华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估计躲在深山老林里面写他的《海昏侯守墓传》吧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带走。哎，走走。走。她就是我杀父仇人的女儿。拒不认罪，我决定明天就枪决她。华队长，可否让我单独和她说两句？哦，对了，海昏侯墓的入口就在郭敦山与鄱阳湖的交汇处，我已派人查看，明日你我共去。当年你毕家的老头杀了我的兄长和父亲，如今我终于也能报仇雪恨了。毕月灵，我要你做我祭祀台上最后一条人命。你们好心毒。我们阴毒。我问你，当初是谁杀了我们龙家上下几十条人命？那是你们罪有应得。你，喂喂喂，有本事你冲我来呀、啊、你！你成天对一个女孩子动粗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嗯，别嚷嚷了，混蛋！再嚷把你舌头割下，给我老实点！哎。看不出来啊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有人心疼你，可惜了。我告诉你，明日你必须得死。就算是曾天华那个小子，也救不了你。这次是我连累你们。哎呀，放心，天华会来救我们的。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家族恩怨，我本来都想忘却了，可是任何伤害海昏侯古墓的人都是我的敌人。怀川，对不起，天华不会来了。什么？我让他去保护海昏侯古墓。哎，你别担心啊，你不是会幻术吗？那个你自己逃好了，不用管我。哎呦，我说月灵啊，咱们相处了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那全都是一些骗人的把戏，这大牢里面四壁高墙的，我也通天法术了。我龙老板来了吗？没见着啊，
武士一到，行刑。准备行刑。枪下留人。天环，说好不要来的。师兄，这一切都是金楼老板龙一英的陷害，你中蛊太深被蒙蔽了。你以为我会听信你的一面之词吗，曾天华？今天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怪我无情。我带你去见惠子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把他们给我带走。好，带走。走，起来，走。这是中了蛊毒。是不是你的手下所为？师兄，若是他手下所为的话，为什么要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？惠子就在前面吗？对。别磨蹭了，磨蹭什么？走。需要潜水而入，你带路，别耍花样，不然他们性命不保。你们两个跟我下去，你们两个看住他们。是。这四根石柱上的花纹应该和守墓官令牌上的花纹一样。和金箔上的花纹一致。这里应该摆放的是第一代守墓官，也就是毕家先祖的墓穴。和主人葬在一起。千百年来，毕家世世代代在此遵循祖训，就是为了要保护墓穴的完好。那守墓人的墓为什么要出现在湖面上？我想，可能和半个月前鄱阳湖那次地震有关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龙莹莹应该就是湘西盗墓族的族长。他之所以精心策划了这个局来陷害月灵，就是为了要让他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盗墓。惠子在哪儿？应该从这边穿过去就能看到。惠子，是曾天华害死了我，你要替我报仇。师哥，你中了蛊术，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都是你把他害成了这样，是你把他留在了这么阴冷的地方。岳峰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你！这都是官司，还给我！师哥，你清醒点儿！月亮，
你知道墓的入口吧？有信号，咱们一起跳湖。没给我啊！哎呀，你看嘛，都红了，都红了！你走，你！莹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只要是我想要的，就没有我得不到的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死到临头还嘴硬吗？你真的是苗疆古墓的后人？华队长，我要谢谢你，是你帮我报了仇。毕家的债总是要血债血偿的。那焦塘镇的五条人命也是你干的？五条而已，跟你的惠子比起来，我可差远了。孙大帅的摸金军和山口惠子的狠毒作风，我是见识过的。放火烧一个村子都不在话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惠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没关系，华队长，古墓交给我，你就下去好好问问你的惠子吧。月灵，你没死。华云峰，你这个废物。龙莹莹，这是我们私人的恩怨，就在这儿做个了断。好，就让你们下去做同命鸳鸯。这里这么黑啊，也不知道打准了没有。一个废人带着也是个累赘。我是这个镇的镇长，这个镇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我才是这个墓真正的主人。月灵，八年前你杀害了我一家五口，我那个时候每天都想着怎么给自己报仇，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他，龙莹莹。是你勾结了龙莹莹。华队长，这不叫勾结，叫合作。你勾结龙莹莹搞连环杀人案，故意让张回春做法的时候墓碑从湖里浮出来，
用骨肉计来套路张怀春，利用我师哥来找到海昏侯墓，利用龙盈盈杀月灵。金镇长，你如意算盘打得再好，你还是算错了一步。哦，算错了。说来听听。龙盈盈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你看看你的脖子吧。镇子，龙盈盈，想起当年师哥和惠子樱花长亭，竹马青梅，我好生羡慕，一切都像昨天一样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我心里也有过的。师哥很照顾惠子，也很照顾我。后来我在师哥的信中看到这样一句话：惠子小姐，一番深情可否破我们身世之隔？一朝相思，能否诉我们今生情缘？我才知道师哥如此深爱着惠子，我便慢慢把她埋在心底，慢慢淡忘他。后来日本右翼对非日本国籍的研究人员十分的排斥，师哥和惠子也就不得不分开。后来师兄毕业回国，志在让贫瘠中的国家保护好我自己的珍宝。如今乱世，盗墓依旧猖狂，我想你们所说的那种感情终会因为国家和文化的对立而不得善终。如今师哥又和惠子在一起了，没有恩怨，没有国家的对立，
有的只是简单的感情。现在毕家村也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守墓人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我不一样？我现在可是一个进步青年，我想通了，总在天师府混吃混喝也不是个办法，更何况我还是个半路出家的。我先告辞了，给你们俩留点时间，不然天华又该说我了。走了。我想和你待会儿，可以吗？嗯。嗯。哎，你带我走了那么远，我都累死了。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月灵。嗯。南昌警局想调我回去，也算是奖励我这次办案得力。不过我拒绝了。嗯？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不只是守护古墓。嗯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？月灵，嗯，你看似顽皮，但实际上内心单纯善良。那一夜你篝火夜舞，翩若惊鸿，羽翎齐发，峰回奇秀。在那一刻你就走出我心里了。我想好好照顾你，不想让你独自面对这一切。嗯。你真的愿意和我守护古墓一辈子啊？自从遇到你，便有三世情缘。自从遇到你，何求其他？嗯。